意思，我打他，他就会打我。哦，这怎么太难闪了吧？哦。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来打 Mr. X 啊，直接开始吧 ，Go Go！ 哦，一个 X 的标志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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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话说我拿到病特了吗？够棒！等一下，调整一个东西一下，找了一下我的位置，走爆，好爽！走爆那个东西真的好爽。飞呀飞，飞呀飞。哎呦！死肉！这边有东西耶，要去吗？我走到上面看看好了。这边是刺刺。烦死了！上面全部都是刺。飞呀飞！哦哦，一个刺，到了。我怕这个。哇！揍都没揍到，这个在揍的时候还会停下来。那是规律的走，是不是？啊，跑得好快！揍，揍，好，就来回揍就好了嘛，简单的。
怕。刚刚是他的那个位置变得太恶心了，就一直被恶心到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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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样，不要乱碰吧。等一条命。居然是直接挂，小海兵是瞧不起我。他怕什么啊？我先飞了，飞飞看。啊？飞斧。功课啊！巴巴拉巴，我先滑进去，搞错。到了，啊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哎，他太胖了。是一个方块而已。哎，会动的方块。
哒哒哒哒哒，这个是为什么有？有这个让我打、啊，哦，一直换来换去，哦，这个闪能死吗？行。不行啦，太危险了！靠，飞不起来。换来换去耶，换来换换换换，还有那种什么？哦？等一下！啊啊！为什么觉得可以赢呢？闪光好用，精准的跳跃。觉得从这一格滑进去绝对有炸的。是啊，是上面有。
嗯，小鸟，好凶哦。把你们审死。好懒得换哦，那放三个小补没有吸引力。哦，这个就有吸引力。逼我飞嘛，哦，右边是有路，哎，对对对，哦。可恶！啊什么？这有没有比较好的打法？我在想，用这个鸟啊。这个鸟不会打得高，鸟烂的比特。鸟，好烂的鸟。这中途干嘛给我放一个砖块？那我不想打的不行。哼，骗人的。怎样？啊、哦，一堆蜘蛛，快烦死！这只鸟你总会打了吧？哎，鸟，打它！磕头，感觉这里比较好，比较容易。管他，啊啊啊啊啊！装啊！一条命，没鸟了。哦，快跑！哇，这只是什么嘞？这小米蛙哥，哦，这只怎么打？哦，哎，没中，哦，他没中，不行呢，我靠，哦，终于死了吧？要讲什么话？谁看到罗伯托斯卡德里杰？讲那么快，谁看得到啊？
靠北就是你啊，还什么 Xbox， 笑死！什么要认真了？啊，你前面是在装什么东西？这一代的很武士风哎、欸，这是威力城的武士风。哇，力量形态。在那边丢火焰。啊，下来。啊。是。先把它打包。飞上去。刺了吧，还有刺。哦哦，有啊！给我出来，坏人！啊，人都去哪了？这城没有人了。好，那怎么办？要把它吹飞吗？不行。飞了。挂了，一只，我不知道，好，大恐龙，哦，哇，哦，哦。嗯，哦，哎，我不要吃，哎，怎么突然射这里了？死了没啊？死了！哇哦哇哦！呀哒！一滴血。怎么？
哒哒哒哒哒。哦，滑滑的。好滑。怎么打不到？啊，我手好短哦。得敌。这里好像比较好来哦。那怎么打不到了？不然就打不到。我按哎，我现在变来得及吗？怎么那么滑啊？这个怎么？这个太危险了吧？不行哎、欸。有啊，刚刚那两个感觉就是让我去 死的，你才不要去吃嘞、欸！炮台，我感觉哪一代好像也有这个、啊。爆炸！这要怎么打飞斧吗？怎么打？啊，这感觉很不适合打他，可是很痛哦。可下面都不能打，然后一定要跳起来，结果打超痛的。巴达邦 ，Dr. Wiley。都没有，就是有一条狗。啊哎啊！八点就被你解决了。啊！哎，杀不掉。啊！变成吸的，啊啊，变成啊哈，被他搞到了，看，好难搞哦，感觉一定要杀掉，用谁打嘞？小鸟吗？再搓一次 ，OK。
黑的小鸟，乖小鸟。全部戳烂，小鸟你可以回去了。哎呀，八大，八大前面居然这么长。枪飞得很远，啊！有你锤锤，嗯，啊！我打他，他就会打我。哦，这怎么太难闪了吧？哦，靠！到底怎么打赢的，我都不知道。超扯的。
任人。哪一个啊？终于打到你，暴雪。他那个滚动很麻烦，先补满血吧，把衣冠一大堆。哎、欸，居然没有了，我以为有接着的。啊，每一代的都不太一样，这一代是 去打他、哦。哎、欸。好烦哦！二弟，一条命。来吧！我靠！走，那么精彩！他射完三个会跳，果然有猜到。啊，了不起！啊，白了，哈哈。炮弹好像有顺序，一边是从下面来，一边从上面来。那就简单了。还是什么？哎，你就脱面罩。我靠！干嘛一直去撞啊？哦。我是那个招式吸引机哦，啊，到底在干嘛？哎，第三形态，第一次有第三形态是？第三形态怎么打？哎，我被驱死了，完蛋！哎，看地板震动，飞斧。好痛！打不透。啊！哦，
他怎么赢了？赢的、啊。终于抓到了。哇，那是他第一次入狱，是不是？我干嘛啊？欢迎你，恭喜喜乐乐乐乐乐，来吧，你给你。哼，什么意思啊？只要有最强的洛克洛机器人洛克人在，世界和平就会持续下去吧？他就是这样讲。洛克人不是工具人啊！好啦，这一代可以，然后今天就玩到这了。这一代可以说是六代的集大成啊，那整体玩下来其实很舒服啊。其实它各个武器其实还蛮好用的，跟前几代比，这一代感觉有优化过。然后一些画面上的一些表现啊，色彩啦、啊，就是都蛮好的。然后这代还有增加一些什么分歧道路，会该算为之后铺路吧。虽然之后好像也没有出现这种两只王的情况。对啊，那觉得蛮好玩的啊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有点短。听说这代玩起来太舒畅了，让你觉得有点短。那我们就今天就玩到这啦，之后还是会继续玩七八跟十一代啦。好，我们就到这边啦，各位大家拜拜。